他曾是北大荒兵团的文艺战士，却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喜剧大家。60年的坚守，他成就自己的笑面人生，为时代而歌。姜昆。那你准备好了，我们换个 pose， 来个 pose， 来 pose 两个，劈炮了。你谁脑袋弄没了？你看看。哎呦，挡住了。后边。哎，开始了，劈炮。确实是我自己感觉到，跟年轻人的这个生活，我觉得已经有一段距离。有一次我在大学里边，我听他们演相声，啊，上面就讲。哎呀，他的名字叫小强。哎呀，哄堂大乱，这都跺着脚乐。我就很奇怪，我问旁边一女孩子，喂，这小强有什么可乐的？说，哎呀，姜老师，你不知道啊，小强就是蟑螂啊。我说，就是蟑螂的话，有可乐吗？哎呀，我弄不通，我也弄不懂。现在我离孩子们的生活远了啊，我觉得，所以我的相声可能也逗不乐他们了，他们的相声也逗不乐我。我发现，哎呦。过去总不承认什么有代个代沟，现在是不是有这个了啊？我呢要搞一个相声的个人专场，那相声的个人专场本就是说相声，但是现在这个年轻的这些观众也好，我都跟那个时代，我希望有一些就是时代的符号在我这里边，我希望有一帮小伙子前面一开场，现场一结尾一个结尾，我甚至跟你们在一块儿摆晃着的跳。2014年11月，姜昆的个人相声专场已经到了最后的排练阶段。如何让这场演出能吸引更多的观众，是姜昆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今天他要和这些专业的街舞演员谈节目创意。看那个妈妈咪呀那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最后啪啪啪啪，哎呦，我旁边站着一个英国的一个老人，眼睛含着泪水。哎呦，他那个哎，那他那个老太太旁边，就那意思就是你别哭啊，别哭啊。我觉得那个场面特别感人，让我也特别感动，我一好几天都忘不了。所以我也想有这么一个，一个世界第五大赛什么的，就都有，但是所有的舞种里边都融合着，机械舞啊、爵士舞啊什么的都有。这个时代的变化，你必须要去认真一些，因为你不是守住过去那个时代，就用冷眼去看新的时代，是吧？啊，冷眼向阳看世界，不是这样啊。我们这些人，尤其是相声艺术的人，要永远站在或者是在时代那个浪花的那个尖上，来代表时代，而且呢，要把这个时代的这些符号，记在我们作品当中。但是就是这个呢，我就觉得节奏性还是有点跳跃跳跃。朋友们，相声走。好，大家蹦跶。帮我扫描一些照片。嗯。扫描一些黑白照片。嗯。我说这些都是一些，我待会儿选一下。好嘞。选一下就是哪些东西要扫描的。好。我自己呢，最近呢，一直在想啊，写我一个。个人专场，这不是总结性的演出，我觉得它是一个创作。嗯，我就写一写，我跟李荣华说相声，我跟唐金忠说相声，我跟那个戴志诚说相声，我还跟80后说相声。我把这四个方面一写的话，我让大家看一看，我姜昆还没老，还年轻，还玩手机呢，是吧？还发微信呢，还有你扫我的二维码呢，是吧？我就是有这么一种心态。这都年轻的，最年轻，这都年轻的时候了。你看，这是我最早的时候，他们拍的我一个。两千。嗯。这是32岁。这是28岁。这是1977年。马季带着我，我是26岁。
这是1977年的姜昆，当时他刚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不久。这之前，姜昆已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8年的知青。他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从26岁起发生彻底的改变。1968年，18岁的姜昆和众多的同龄人一起来到了北大荒。兵团的生活异常艰苦，但业余文艺宣传队却给这个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从这些老照片我们可以看出，从小他就对文艺表演充满了热情。他不仅上台吹拉弹唱，还能自己创作节目，很快就成了队里的文艺骨干。那种时代的这种记忆给了我们这些人一种推力，让我们说在这么好的这么一个环境下，你不出作品，这么好的一个时代你不好好干，哎呦，过去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们还这么折腾呢，是吧？现在什么都有了你们还不好好干，我总有这么一种想法促使着我们再往前走。然而此时的姜昆还没有接触过相声，事实上当时人们也很少有机会能听到各种曲艺节目。直到1973年，姜昆才第一次在现场观看了郝爱民和李文华合说的相声，人们的笑声和掌声深深地感染了他。当晚他把这段相声默写了下来。正是拿着这个凭记忆写下来的脚本，姜昆开始了自己的相声之路。他不断地写段子并上台表演，短短几年内就成了兵团小有名气的相声演员。因为我们毕竟是过去学过朗诵，学过表演，拳打脚踢，又唱歌吧，又什么也唱京剧啊，演话剧啊，什么应该算是小杂家了，等于是这样的，就为你的相声表演就奠定了一个基础。但相声这个这个命运的这个花环掉你脑袋上面，哎呦，那就是个救生圈呐，是吧？1976年。姜昆和同伴参加全国的曲艺调研，又一次获得广泛赞誉。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表现已经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而他的命运也将就此改变。我本来是在那准备汇报演出呢嘛，没想到啊，我说马季老师来了。哎呦，我一听，哎呦，我说是吗？在哪儿啊？大庆招待所。哎呦，我当时就心里就嘣嘣嘣嘣跳，腿就哆嗦呀，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在这个北京调研的时候看过马季老师和唐丁老师演出，我都看了，演出都看过了，但是能够这么面对面的跟人坐在一起就不敢呐，我就站着，哎，坐那儿，我说站着挺好。我记得特别清楚，老师，头几问我说回北京愿意不愿意？我愿意啊。完了以后说的，说相声愿意不愿意？那他更愿意了。我愿意啊。捧哏呢？捧哏，愿意不愿意？愿意啊！我当时我就说啊，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愿意，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完了啊，你坐，这时候我就慢慢就坐下了。完了说的，明天呢，我们就到兵团，我们跟你们领导谈，准备把你调广播说唱团去。我腾一下这脑袋就懵了，哎呦呦，乱了，什么乱了？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说明天给你调广播说唱团去。你们领导要放你走，你就跟我们走。嗯，你们领导要不放你走的话，你就踏踏实实啊，到黑龙江省曲艺团工作。你都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那你去吧。就出来，我就糊里糊涂，这脑袋就嗡嗡嗡，就糊里糊涂就回来，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嗯，你知道吗？后来我想，当时我多说几句啊，告诉他找谁呀、啊？对，是吧？找谁？谁跟我不错啊？是吧？现在就这么着，咱们开始啊！现在你不知道谁说什么，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再看一遍。相声剧《回眸望九》是姜昆这次个人专场中的一个重要节目。这是姜昆十几年前的作品，他用相声的形式回顾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对姜昆来说，这次与年轻演员合作，
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让这些年轻人尽快地理解剧情，表演到位。这块是舞台，知道吧？这块是舞台，好吧？走啊走。当当当个当个当当当当个当当当当。我说呀，您这是什么意思？哎，我问问你，这您走走。您真是有学问。往这走，往这走。走登山了。嘿，不理我，得，待会儿我也扒上，我从这么走，你们从这边出来啊。刘爷，你们仨。我希望他们在这些老的作品当中，在回顾、回味，或者是投身于老作品当中，然后产生一下对我们一些传统文化这种感情。因为没有这种回归，没有这种呼唤，很难把他们的心从一个很喧嚣的世界来拽回那个传统，让他们平静的去品味，或者去咀嚼一些东西。你上，这时候你也上，你也上。完了，这时候你上，你上，你把他拉走，你把他拉走。哎，你把这不看着那边，知道吧？嗯。完了，往这块儿，你们俩人说。时光如水，生命如歌。完了，完了，上了，上了。完了，你再跟他握手。同志同志，你们俩跟他们同志啊，同志啊。而且呢，我也希望告诉孩子们啊，通过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作品，我们所走过的一个道路，我也希望告诉他们，就是创作是你们的中心任务，你们自己的中心任务啊，作品是你们自己的立身之本。就往下，大伙要带上大伙啊！预备，预备，起！1976年，姜昆进入当时唯一的国家级曲艺团体中央广播说唱团，成了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但是短暂的欣喜之后，姜昆感到的却是巨大的压力。我刚刚到说唱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眼看就快到30岁了，那27岁来的。那个时候呢，我自己个人感觉的啊，我就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就我说我眼前三座大山呐、啊，人家不是压迫我，那是应该说是高山仰止哈、啊，是吧？完了以后呢，有侯宝林，有马季，还有这个谁，这个郝爱民，这都是三座大山在我的面前，是吧？在姜昆看来，侯宝林先生27岁时就已经是名冠京华的大腕儿，自己的老师马季27岁时也已声名远扬，而自己27岁却才刚刚踏进相声艺术的门槛儿。此时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听多练。李金斗可以作证啊，我回来以后每天晚上我他走到哪儿我就去看，我他说你点小兄弟你点。你点什么就我跟你说什么就，我今天让他说绕口令，明天让他说对春联，后天让他说八扇屏，大后天我一点点听，因为我要补这课呀。他们都是科班出身呢，我是半路出家。马三立来了以后，完了以后呢，我就坐在台边上，把马三立的一招一式我全都给记下来，啊、哎，然后我那个时候虽然挣的钱不多的话，因为马三立老师很老嘛，我也偷偷摸过去，我说我给塞2块钱，我说您买点糖吃，我说这个，哎，都是你孩子，你这是干什么？我说真的，这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完了以后，马三立说，哟，这孩子真孝敬，他给我钱。马季老师就是采用扔的方式，就把我一个人就扔到那个平谷县那边，待一个星期，就让你生活生活。啊，你写不写不没关系，你就在那给我看，你跟老百姓在一起。这时候呢，他是最低谷的，写节目一个一个接着毙。有一次呢，到工人体育馆去演出，我跟他去了，去了一个后台那个搞那个舞台监督的，一看见侯耀文，哎呀，耀文，今天得多翻几个啊，什么那个说特别难的，那欢迎啊，受欢迎什么什么的。你看蒋大为，大为，你今天得上5、6个。你怎么？你下不来呀！回头一看，姜昆，今天你不返场啊？就一个啊，就返。我当时我眼泪都快出来了，没那么说话的，你知道吗？你说是不是？哇，热闹那刚出来，那时候是这个最受挫的时候。现在我有时候回忆起来，哎呦，我那时候真是啊，像那会儿天天恨不得天天都写，天天都那么。好像就心里没有别的事儿了。
是什么日子呀？啊，不是想，他是随便搭口，今儿是什么日子呀？今儿啊是1899年，光绪25年。哦，对对。相声剧《回眸望九》已基本成型，但姜昆还是希望演员们的表演能再精细一些。德国这地方现在又归了日本了，要说咱中国这块肉就是虾，摆谁都想吃。你呀、啊、你呀、啊、把这词儿啊得画成字眼。您听说了吗？巴黎和会中国也玩完了，哎，过去给德国那地方啊，过去给德国那，现在又给了日本了。就那地方在哪儿呢？那地方在哪儿呢？哎，就给德国那地方，我们现在又给日本了。你把它画成自己的话说。反正说这日子过得太快了。重来啊，重来！我告诉你啊，你这块啊，你跟那谁聊天呢？丁玲，你们俩人这儿聊天呢啊。完了以后，你们这上，你这块拉着车上来的，你过来，丁玲你过来。啊啊，哎，咱们怎么着？走啊，说说，你跟我聊天，这聊这。哎呦呦，齐先生，来，陈先生，嘿，我给您拜年了，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拜的这是哪年啊？啊，往前走啊，是吧？我哎，我您这拜年。哪年过呢？19什么？多少年？19年。1919年了，这都3月了。好吧，你得听你反。你为什么说3月？你知道吗？你看你可没白领，你不明白吧？三月的阴历都过，这么都过了，你知道吗？这你阴历都你拜年不是拜那拜阴了年吗？这你所以脑子你得过这词儿啊，对不对？啊，现在都3月了。1919年，你看哎呦，你这现在都过，现在都3月了啊，这3月了。哎呦，你说要说这日子是吧？你说，哦，对，3月，要说这日子过得真快。你得听话，你得脑袋得想。啊，你们现在这个主要是台词不过关，啊。所谓的台词呢，就是说的你们现在演的是小剧场演的时候，嘴上的力量不够，没有功夫，所以你们的台词上得给我下功夫。过去这个戏剧的这个训练方法，它叫潜台词，就是他的心理逻辑是什么，他的语言逻辑是什么，他的语言特点是什么，然后再把你的逻辑重新找到。这些东西都是说实在的，都是挺专业的东西。我就希望你们能够，你们把它学会了。学一个，哎呦，这不是陈先生吗？哎，我说，老爷子，反正是越有生活，作品越出色，越有生活，我呢跟老百姓就贴得越近。真正的能够在舞台上保持自己的艺术生命的话，恐怕就是生活两个字。嗯，我自己的创作过程当中呢，我自己特别深有感受。1979年。整个中国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也给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一天，姜昆到中国照相馆照相，与摄影师的聊天激发了他的灵感，很快他就写出了讽刺文革时期形式主义作风的相声《如此照相》。照相还练什么姿势？摄影师说了，对了，顾客同志们，凡是到我们这个照相馆照相，根据上级的指示，一律是标准姿势。这什么标准姿势？这个标准姿势，我来给大家做个样子，大家照着我这个练，练好了以后，我给大家进行拍照，怎么样？哦，咱们看看这标准姿势。哎，标准姿势是这样的，大家看看啊，预备。全都得这样，全得是这样。那小孩呢？小孩也这样。女同志呢？也得这样。不过在开始演的时候，大家伙都有点听不懂如此照相，因为什么呀？那时候一说，都是有点害怕。我说，快给老太太照。哎呀，大娘，要不这么着吧，我就坐着照吧。哎，您可别坐着。哎，坐着怎么了？坐着那是贪图舒适享受，容易出修正主义。我这么大岁数站不住啊。站不住不要紧，大娘，我给您找一根东西。拐棍，红缨枪。拄红缨枪啊？大娘您别拄着呀。我跟李红花老师的第一次演出呢，是在给这个共青团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1978年在北京举行的。我们第一次出现在首都展览馆，
啊，不，首都体育馆的那个空舞台上的时候，给这个年轻的这些代表们，全国各地的共青团的代表演出的时候，当时宋世雄给我们报幕，他说了一句话，他管我叫坤儿，坤儿啊，这盖儿给掀起来了。姜昆没有想到如此照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被选入当年拍摄的相声纪录片《笑》在全国放映。29岁的姜昆成为众人瞩目的相声新星。我这叽里咕噜直叫唤呢，你跟他说说，先到对过饭馆买点吃的去。好嘞，同志，您看一天了，肚子饿得不行。那卖包子呢，过去买俩包子吃完了过来跳了，您看行不行？您买去吧。什么出身？又上纲啊。而面对这渴望已久的掌声，姜昆却陷入了新的苦恼。越成功就是那个就有点山崩地裂的感觉了。当时很多相声演员都跑到我们家里，都一方面来祝贺，另一方面来学习。因为第二天你像高云培、范振钰就演了我们的节目，他们就把这个节目成功的在天津也演了啊。那么大家都来祝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陷在一种极度的苦恼之中。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能接得住自己吗？你这些这么火，我这是瞎猫撞死耗子碰上了，对不对？我能不能接住自己啊？然后晚上那个时候，建国那个府城门那个立交桥，就是还没有修好，我们当时就是在那个广播电影电视部嘛，就现在广播电影电视部，过去的是广电总局嘛，啊，我就跟我爱人，我们两个人就围着那个桥底下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他就说，他就劝我，我就觉得，哎，我说，我觉得，我就好像觉得没有明天了，就有今天了，就是苦恼自己写不出东西来，苦恼。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好逑，这句还真听懂了。怎么讲啊？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凡是君子人都好踢足球。君子好逑嘛。那窈窕淑女呢？那时候他们踢得不好，竟输给女的。你这都什么呀？这而没写出一个作品，就陷入一层苦恼当中。写出了以后，觉得是一种侥幸，总觉得自己这个位置，自己的能力跟自己位置不相称。我是从农村来的，我怎么一下拿到了中央广播事业局这样的一个身份证？我怎么能走在长安街的这条道路上？我怎么能在这个好家伙，当初这个苏联帮助我们的十大建筑，这个在这塔尖里，我怎么在这里边工作啊？我怎么突然一下出现在电视里头，大家都认识我了？不敢想，因为跟我8年的这个是兵团的生活，在农村的第一线的生活反差太大了。从1979年到1984年，姜昆和李文华一共合作了近40段相声，成为当时中国相声界难得的老少队黄金搭档。您呢？您扮演这个寡妇未来的爱人。哦，后来搞上那个一个年轻的钢琴手。弹钢琴的呀？啊，哟，这我可来不了。怎么呢？我不会弹钢琴呢。不要紧。怎么呢？我给你找替身。什么叫替身啊？你不懂了吧？我不懂。电影术语。哦，现在经常搞这个。嗯，就是找一个会弹钢琴的，人家在那哒啦哒啦哒啦，人家弹。哦，我这个镜头呢，我先对准您。嗯啊，对准您，然后往下这么一摇，知道吗？这叫摇啊。嗯，摇。哎，摇到手这换人家的手，哒啦哒啦哒啦，人家弹呢。嗯，然后再往上这么摇，往上一看，嘿，还是您那个脑袋瓜。您假装刚才就是您弹的。哎呀，您弹累了以后擦擦汗。嗯，哎，擦汗你会不会啊？啊，擦汗挠痒痒都会。哎，行了行了，哎，你就表现出一种风度来。哦，让年轻的寡妇推门看见您以后，她的两只眼睛直了。第一次合作的时候，邵佩顽童戏老叟，或者老叟爱顽童的，就这整个这么一个，就那种艺术的特色，自己都没有预想，也没有这么想的，就始料不及的，这样的话被社会承认了。那么社会一承认了以后，
我们就从社会的成长当中找到了我们自己往前走的这个方向。哦，老百姓喜欢这个，哦，老百姓这么着可以兜了，哦，老百姓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就从老百姓的这个要求当中就找到了自己的那个方向。这两位大家都熟悉吧？一个是我的徒弟，一个是他的徒弟。1983年，姜昆以主持人和相声演员的双重身份，参加了第一届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从此，他一直是春晚舞台上最受欢迎的相声演员。真是绷着脸、撅着嘴、耷拉着眉。哦，他那眉毛您看吧，嗯，一天到晚不变样，老是8:20。你们也住上新房了，嗯，生活也富裕了，对，那就得吃点儿顺口的，是，这顺口的就是吃点讲究的，是，这讲究其实就是吃点钱事。然而，就在姜昆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984年，李文华却因为喉癌不得不告别相声舞台。但姜昆却一直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这位老伙伴，他多方联系医院治疗。当李文华做了全喉切除术后，姜昆又积极为他寻找新的发声方法。姜昆心里一直忘不了的是李文华在自己事业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他最有力的支持。我当时呢，原来是没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李文华老师在那儿待着，我就抖着胆子跑到李文华老师那问着，哎，我说我想说段相声，您愿意给我捧哏吗？因为我是一个小生帮的呀。李文华老师人家过去是给侯宝林也捧过哏，是吧？给马季也捧过，那后来是给郝艾民捧。我说这都这三座大山的侧锋啊，都在这儿，是吧？那是主峰，这还有个侧锋的，对吧？啊，我就很忐忑。但是李文华老师，我没想到答应了我的要求。1986年的央视春晚，姜昆和新搭档唐杰忠推出了相声《照相》。哼，当然了，唐杰忠同志体型问题咱就不说了。这个俗话说，当着矬人不说矮话。啊，我跟你讲，哎，你看我们的老演员，人家这个五官。当然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是吧？我就说你瞧人这个肚，哎，不是，你瞧人这，哎呀，唐杰忠同志，你也不争气，您说让我说您哪儿的？你这叫什么话呀？啊，我们演员的特点就是可塑性，可塑性，哎，不求形象。姜昆希望能通过这个跟如此照相题材类似的节目，让大家能尽快接受唐杰忠，但结果却并不理想。他就跟我说：“姜昆啊，我可接不住李文华。什么叫接不住李文华？就是李文华太火了，啊！他说我可接不住李文华。我说我能接住您，唐杰忠，人家马季、唐杰忠这多少年来一直在我们耳朵里边，是吧？常年回响的声音都不。他说李文华呀，这他怪。你说，你唱一歌，啊。”九九那个艳阳天啦，哎呦！你唱完了，他在旁边，唱的真好，你呱就乐了。他说唱的真好，这什么包袱？这是谁说要说唱的真好能乐了？哎，李文华他行，哎，你唱的真好，咣叽底下就乐了。说这什么？他说你说我能接得住吗？我接不住啊。哎呀，你说我说真是，哎呀，接不住，接不住怎么办呢？苦思冥想，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正在姜昆和唐杰忠不断尝试新风格的时候，他们遇到了相声作家梁左。什么？让人家下来？那怎么了？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啊？你们为了老虎，那叫舍己救人，那不死得其所，到时候还给你登登报什么呢？你说我死了算什么？为了老虎一点价值都没有。不，你死了也能上报纸。上报纸顶多两句话。哪两句啊？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这么两句。1987年，虎口遐想在春晚上一经演出，立刻大受欢迎，人们也记住了姜昆身边这个憨态可掬的新搭档。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跟老虎商量。哎，老虎，老虎，睡会儿行了，还，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胖的。啊！你老见过我干什么？此后，
他们和梁左继续合作，创作了很多经典的段子。同志们快放下呀！我说，怎么又放下了？不行，二楼你也过不去了。这二楼也跟一楼那么乱吗？没那么乱啊，都是纸箱子。考中学更着急了。哎呦，这孩子功课不会，成天问我，你说让我多着急啊！哎，你不会帮助帮助他？那我要会的话，我还着什么急呀？啊，你也不会、啊、你可不知道六年级功课有多难。怎么个难法、啊、出了一道题啊，说有个大水池子往里灌水，说开这个放水管的话48个小时给放满了、嗯、开这个排水管的话69个小时给排完了、嗯、那俩管子一起开几小时灌满这水池子，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你说，哎呦，我觉得就这些作品呢，我觉得它因为它是反映了一个比较真实的我和真实的这个社会，我觉得呢在观众当中所以有一定的影响，我觉得还比较满意的。但是呢，我不可能我永远站在这个那个风口浪尖上，对不对？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得承认这个时代的这轨迹，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是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轨迹。这叫老虎洞，这个事我将官在全国人民面前我表个态，都拿手机拿 iPad 给别人拍照呢，是拍照还有人喊呢。2014年，姜昆创作了新段子《新虎口遐想》，准备在这次的个人专场演出中分享给观众。这几天趁着演员们都在一起排练，姜昆想听听大家对这个节目的意见，尤其是这帮年轻演员的看法。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创作节目的方式。如果我们自己要说我们相声是革命的，不是保守的，我们是永远贴近时代的，那么就不能够离开当今的这个年轻人的生活的这个语境。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更多的时候真是学习，我感觉这种新鲜感，听他们怎么在谈呢啊，那毕竟是我们差着，他们20多岁，我60多岁，对不对？毕竟差着40多年的，我都比他们爸爸妈妈年龄都大啊。但是呢，他们给我们的那种感觉呢，就是确实有点那个初生牛犊不怕虎，非常的犀利，而且呢才思非常的敏捷。200多人给点赞，你点这点赞什么呀？然后都比着刘岩坤哥，别看开玩笑，又拍什么戏呢？别关注你，是关注这些个人，他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就漠不关心。对，还得要社会百态，还得加社会百态，百变啊。名，你难不住啊，难不住。264名，有多少爱吃肉的？有多少爱吃鱼的？有多少爱唱歌的？有多少爱听戏的？1/3那脚多大号？啊，朝鲜宗为什么叫绿林孝子？徐根宝有多少个假日没回过家？金志扬有多少个月没跟自己子女说过话？啊，成龙那场比赛为什么叫做西南保卫战？辽宁队降级，谁第一个咧嘴先哭的？贾跃队里有没有结婚的？结婚抽头一个小孩几月几号的生日？咱们申花队看门那老大爷娶那后老伴什么时候离的婚？知道吗？你这什么呀？这都是。1993年，姜昆迎来了自己的第三位搭档戴志诚，而姜昆依然是春晚舞台上最受瞩目的演员之一。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欣赏口味已经越来越多样化，相声似乎正在慢慢失去观众。如何让相声在新时期依然能吸引大家的眼球？姜昆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努力和探索。我们曾经在自己的前进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作品没有得到这个大众媒体的传播，但是不等于我们没有想这件事情，不等于我们没有创作。2001年，姜昆受奥斯卡颁奖晚会上激光小人和主持人聊天跳舞的情景启发，准备了一出融合3维技术的相声《真假姜昆》，让一个激光的小人在台上和他一起演出。我当时是跟微软北京的他们在一起合作，跟我们当时电影学院的动画学院，他们最新进来的一套技术，有时全部绑上，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动作，做成了电子监工，就是我们3个人一起演下来，真假监工来回跳。如此超前的设计，在当时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最终，由于技术原因，
姜昆的这个设想没能实现。2003年，姜昆再出新招，准备将当时最流行的网络高科技与中国说唱、戏剧表演和街舞等结合起来，创作一个幽默说唱、精彩网络。我到都快6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就准备要学学像那种网络说唱一样，啊，也有点 rap 啊，也有点 beatbox 这些东西。我在一个大的啊这个电视机上面做，啊，拖着这是将近60岁沉重的身子在上面跑来跑去。那么最后呢，啊，因为说的东西也比较敏感，说的是房屋啊，说的这个房子的装修的问题，说的是这物业管理的问题，说的是堵车的问题，北京堵车的问题，那肯定了，爸爸肯定给枪毙了。看着精心准备的节目无法跟观众见面，姜昆也感到了失望和沮丧，但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他总是能走出阴影，又投入到新的艺术创作中。曾经写了很多很多的，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不错的作品，时代的这个原因呢，各个方面的这种原因呢，它没有出来，说它是个失败，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个经验啊。他在创作当中也给我们积累了经验啊，让我们的知道在什么样时候出什么样的作品更能适合这个时代的需要，是吧？而且这个需要就是这样，也许在今天不需要了，也许明天需要了，是吧？明天不需要了，还可能后天需要了，没关系，只要我们坚持不懈的话，就努力的话，我就想想，你把社会当中你看到的东西，用你自己的真实的感受，然后通过艺术加工展现出来以后，它永远是一个啊。不能说是一个明珠的话，最起码它是一个可塑的这样一个材料在那搁里啊，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街舞的音乐已经制作完成，但这些年轻演员都不会跳舞。今天姜昆特意找了舞蹈老师来培训他们。你看没，我们就这么4个棒槌在这块儿，你给我们排队形，就只要都坐起来就行。现在我们这人动不起来，因为他没有这个基本训练。3、4，右、左、左，对，再次，一、右、右、左、右、左、左，一、好，好，三。4、5、6、7、8，1、2、3、4、5、6、7、8。人家经常老说，哎，姜昆，你看上不上春节晚会了？我说我从83年了，是吧？我已经上春节晚会，今年都2014年了，对不对？这都30多年都过去了，我说我还别在上面折腾了，是吧？啊，应该把这个位子让给年轻人了。但是老百姓还有期待，那么好，我就干脆我说搞点剧场性的演出，是吧？来满足大家的，而且不同层次的这种文化需求。不是，你看人家提出要求，唱个歌唱祖国的歌曲，像我们老演员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我的兄弟，你儿子怎么闹的？我这儿子说啊，到我们的城来，第一次闹我们的口水。口水干嘛？是哪儿啊？这就是给抢的。那边。你要咱俩基本坚持不了，咱们俩就打起来了。不，你说说为什么呀？主要他们俩就明是是这个，你也别这么说呀。那怎么说？那叫感恩戴。咱们用最平常的话说，相声说实在给了我一切，包括给了我今天这个地，我走到那儿大家我都认识我，是吧？我丢了以后，准能给我找回来。谁给的？我就是相声这门艺术给了我这个饭碗，所以今天我能吃得饱，是吧？我有了我自己的经验，所以我这一辈子就要回报于相声。相声不给我这么多呢，凡是对相声艺术发展有利的事我都去做啊。老百姓只要喜欢相声，一天我就为相声干一天。一代一代传，一代传，一代传到你们这儿啊，我还有点希望。都这么榜样。